Infinity 在 Chrome 网上应用店中搜索 Infinity， 然后将它添加到 Chrome， 成功添加之后，当你再打开新标签页，它就变成了这样，背景壁纸可以随意更换，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就可以了。你也可以上传自己喜欢的图片，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红色加号按钮，添加更多你需要的网址到界面上。喜欢 Infinity 是因为点击图标就可以进入目标网页，还可以方便的查看历史记录，添加代办事项，获得天气情况等等。你还可以再添加更多常用网页到界面， Infinity 将一些比较主流的网站都收录在分类里面，方便你添加。此外， Infinity 还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，就是管理你的 Chrome 上的应用和插件。是的，用插件管理插件，因为 Chrome 上的插件五花八门，经常不注意就下了一大堆。当然我们可以通过 Chrome 来管理，但比较不方便。使用 Infinity 的话，我们只需要点击界面上的应用图标，就可以轻松管理啦。Chrome 上也有专门用来管理应用和插件的插件，但我觉得既然 Infinity 就能够实现的话，就不要再下其他的啦。过多的插件还是会影响浏览器的速度的。